各位小朋友，欢迎来到每日学一次时间。今日我们会学个羊字。首先我们看看羊这个字和它的图画。羊是指我们的太阳，太阳是我们银河系的行星之一，是一个很热的气体球，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，它表面很热，它温度是大概6000度。地球和其他行星都是围着太阳旋转，而且从太阳那里得到光和热。我们在地球上抬头望天就可以望到太阳。阳这个字亦都可以解作阳光，是指太阳发出来的光和热。那太阳有什么用处的？它用处很多的。首先，太阳光中的能量可以帮助地球上的生物生长。太阳亦都支配了我们地球的气候和天气。在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温度亦都有所提升，太阳的光给我们温暖。而且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到我们的皮肤之后，就变成一种维生素。这种维生素对我们的骨骼肌肉成长很有帮助的。除此之外，太阳射出来的光和热射落我们太阳能板里面，可以转化成为电力。太阳的用处是不是很多呢？学完阳字的意思，现在就等我一起看看怎样写个阳字。我们一起来看看阳字的结构和笔顺。学完阳字的写法，现在就等我一起学下它的配词。第一个配词，太阳，太阳，大家跟我一起读一次，太阳。第二个配词，阳光，阳光，阳光是指由太阳发出来的光线和热力。现在就等我一起用阳字来做句子。第一句，太阳从东方升起，太阳从东方升起。第二句，阳光正透过窗户进来，阳光正透过窗户进来。最后一句，太阳照着大地，太阳照着大地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齐嚟玩一个小游戏。喺蜗牛嘅身上边写住一个字，
你可唔可以配对佢正確嘅图画？正確系个阳字，阳。第二个游戏喺温华嘅身上边写住一个字，你可唔可以配对佢正確嘅配词？正確是陽光，陽光。最後一個遊戲，你可不可以找出正確的配詞呢？正確是沙灘，沙灘。学完字的字形、配词、句子之后，我们可以做练习来巩固记忆。在以下这个网址可以下载认字卡和工作纸，记住和妈咪一起下载做练习啦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，欢迎留言、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短片，同埋记住订阅我哋嘅频道啊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